我小心对待自己，不让自己受伤。因为如果感觉不到痛，我就必须接受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境。老婆，最近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。我没有做过这种梦，好像不是我的梦一样。我梦见我跑进了一个女人的梦里，我是她的丈夫。在一个阳台外推的房间里，我躺在一张双人床上。屋子外停着一台车，和家人住在一层市区里的老公寓里。女人和我都是容易流手汗的人。我们第一次牵手的时候，僵硬的两只手掌之间，像是汇集了一条河。像梦一样，我们出现在许多地方。他开心的时候，嘴角会往左边笑过去。我是在拍婚纱那天注意到的。那天，我们都很开心。梦里的老婆跟我说了很多，对她来说，梦就是梦，一切都是幻象。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回到我的现实里，我是你的丈夫。在一个阳台外推的房间里，躺在一张双人床上。屋子外停着一台车，和家人住在一层市区里的老公寓里。